教育。啊，这美丽的舞姿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。啊，哎，突然之间出现了什么？一条龙！天哪，天哪！啊，这是莫非说是传说中的恶龙古筝吗？啊啊！天哪，他向我们的公主走过去，怎么办？花花，你快去救他！花花，我不敢！哎呀，花花，你快点！啊，天哪，天哪！公主好像……哎呀，天哪，公主要被抓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我们肯定是躲不过恶龙的。那我们快点逃吧！啊，天哪！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的公主就这么被恶龙抓走了！天哪，这该怎么办？我们就此散伙吧，再见。我们不是说好是要一起去保护公主的吗？我们都是这么说好了的。或者我们再找一点人，好不好，花花？那好吧。我们看看还能找谁。找一点厉害的人。哎，这个下面好像有很多人的样子，但是大家好像都不是很想帮忙，是吗？也没有人举手，是吗？哎呀，有很多人，你帮忙。但是看上去好像都没有什么用的样子，那都是普通人，你说是吗？我们还是要找些有用的人啊。厉害的人。哎，那边有个机器人。Robot 慢慢的哦，看起来很强壮。这个看起来挺笨头笨脑的啊，没有吧，还行啊。你看，它走的虽然慢一点，但是它工位稳呀。哎，下盘稳，万一像上海来了台风，对吧？它就刮不走了。我们只要抱着它，就可以非常愉快的躲避台风了。还是挺闷的，对，真的还不错。害羞，它都不愿意跟我握手。哦，真的。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你的帮助的，好吗 ，Robot？ 我们现在要去恶龙的手里面把公主救回来，你愿意帮我吗？你认识那个龙吗？就是那个嗷嗷的那个龙，那个嗷嗷嗷嗷的那个龙，他好像有点短路了啊。那没有关系的，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吧，好吗？啊，来 ，Let's go，OK。好吧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只有肌肉，是不是？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智慧的头脑。哎，我们找谁比较好呢？那边有一个 Fox， 狐狸君，他好帅啊！哎呀，不错不错，穿的还很潮啊，很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狐狸先生，我们现在呢，公主被人抓走了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忙，好吗？对，我们的这个恶龙叫做古筝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可怕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愿意帮助我们吗？他都睡着了。哎呀，这实在是。这个聪明的人都是需要养精蓄锐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先把他放进我们的队伍，好吗？那行吧，万一路上饿了，还能有狐狸肉吃。哎呦，这个花花你想的很周到呀！然后我们又看到远远的颤颤巍巍的，好像有 skeleton 向我们走来。哎呦，哎，好像那个。这个兄弟看起来有点骨质疏松啊！这不是很稳定，对吧？要么你去，哎呦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真的是。我去给他多喝点牛奶补补钙。但人家愿意帮忙，我觉得就不错了，是吧？对的。要不？哎呀，但是总还是缺少一些厉害的人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里面吧，都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个一群人，也就长得好看点。是的，但是。这边有个挥舞着剑的是谁？有一个 frog， frog 海青蛙了是？天哪！外星蛙还向我们说话？哎呀，这个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。青蛙君，请拜托你了，请你加入我们，帮我们去救公主吧，好吗？我们非常需要你的神力。OK 吧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team 应该就已经全了，是吗？是的。OK，Let's go。耶！哎，出发去这边。这眼神好像这个青蛙可能眼睛虽然大，但是不是很有神啊，看不太清楚。大眼无神嘛。这个哎，这看不清，但是我们看不太清。哎，请站好。哎，这位朋友，哎，我们在这里。好。OK。那我们要怎么去找恶龙呢？是不是特别的危险？是不是路上还有很多的死老鼠？他们最喜欢吃花了。是不是还有爬雪山越草地的那种？我要不去了吧。花花，你不要担心，好吗？花花，你看到远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东西了吗？公交车。
二路公交车，我们坐二路公交车就可以直接到另一个村口找到我们的骨折恶龙，好吗？我们快一点，我妈妈还在等我回家吃饭，我要赶末班车的。这个地方交通这么便捷的。对的，我们来，我们走起来好吗？来，我们 Let's go to the bus， OK， 好了。我们现在坐上车啊！哪里你接着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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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哎，电动车就是这个样子，哎，现在新能源都是这样子啊！哎呦，来，我们门开了，门开了 ，Let's go， one two three， 嗯 ，OK， 啊，哎呦，这个地方太阳蛮好的嘛。蛮好蛮好，我的花都开了。哎，真的，看这个艳阳高照。但是龙到底在哪里呢？喂，龙在哪儿呢？龙在哪儿呢？龙到底在哪里呢？啊，哎呀，就在我后面！哎呀，天哪！哦，勇敢的青蛙战士，突然之间，拿出了一只香蕉，他想干什么？快点，不要！哦，哎，哦，哎，啊，这，哦 ，OK， 完美 ，OK， 耶、yeah. yeah.。终于降服了恶龙，救出了公主。哎呀，感谢你，青蛙先生，耶！成功了，耶！Come on，Let's do that。